Hello， 大家好，我是肉肉。今天萨达小教室要来跟大家分享在海拉鲁大地才能获得的照相机能力的位置及攻略。首先，当你完成初次的鸟望塔的任务之后呢，会发现乔舒雅会走向门口前厅去找洛贝利。这个时候呢，等他就定位，就可以触发支线剧情，拍下地底人。深穴的位置呢，在减0263减0284 0026。抵达之后呢，找到一处没有瘴气的地方，就可以直接跳下去。跳下去之后呢，会遇到一个人，他会跟你说洛贝利往哪里前进。下去之前呢，最好先身上带一点亮光花种子，这样才可以在沿路上啊布满灯光。向前走之后呢，会遇到第一个破魔之根，打开破魔之根后呢，朝向西边的破魔之根前进，坐标是减0769减0429 0470。这一只呢是这个伊雅斯斯之根呢，这也就是洛贝利所在之处啦。它呢就在破魔之根旁边。我当初超白痴的，因为它很容易被树根挡住，所以我以为它在别的地方，最后才发现它其实就在旁边，所以可以稍微看一下有火堆的地方就是了。讲完话之后呢，他会帮你解锁古尔雅平板，即可以获得照相机功能。最后如果要离开地底呢，就使用传送功能回到地上就可以啦。好的，以上就是支线的解题方法之一，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超有创意的解法。萨达最赞的呢就是有10000种解法，如果你有更酷的解法呢，恳求大家在留言区分享给我。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如果觉得我们频道的影片不错的话，欢迎订阅我们，开启小铃铛，或是加入肉铺会员，成为肉员来支持肉肉。如果觉得废话太多，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级感谢来支持我们哟。